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我有一只宠物可以升五星，巨蟹，它可以拿到巨蟹座的耳环。增加兽人防御力，增加任务获取的金子，还有勋章。峰会袭击中，兽人士兵的攻击速度增加。他拿到碎片的地方就商店，随机哦。他要西亚宠物都有拿到之后，才有机会刷出来。哦，差不多就这样。